可以。哎呦，好紧啊！用牙齿，用牙齿咬。可以，一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啥这怎么够的？老沙，第一排总得叼一个吧？第一排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，你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。主要是肚子硌住了。开大胯。哎，你的手，你的手。哎，那我可以。沙哥叼了起不来了，这不行，我都玩累了，我都躺下了，太远了。沙哥和饼干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的距离。沙哥，你还叼吗？自己把自己笑倒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比爬那个还累。真是毫不意外呢。哎呀，这一路上的颠簸呀，走了得有一年了，感觉。你是哪个阵营的呀？我是魏。你是魏？当然了。亮牌。你亮牌。为啥还亮牌呢？你这身份确认啊。是啊。你们谁呀？你和白鹿是贝啊？我俩是屎。我也是。亮吗，哥？亮牌啊。不是我，你等会儿我擦个手去。怎么亮牌？你给我看。我是千里迢迢我过来的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。不是你们到底谁是魏？我只给魏看。我。你们几个呗。哥，你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样，咱俩互相亮一个。我看，咱俩能一起。你别给他。我看看。干啥去了？这到这儿咋都行凶呢？我们那边很文明的，我们这边很粗鲁。我们聊一下，我们聊一下，别不想跟你们聊天了。你哎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我有。那你是武功通啊？我先把我这秘信交给我的老大，等会儿老大先给你验明一下身份。Hello， 金哥，最近没少吃啊。金哥，金哥，金姐前。亲戚，你们一共就俩呀？对呀，你肯定有偷你，我一会儿把那俩字刮掉。啊！太久了，哥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球我可能都打不到这一个。打得到，打得到，打得到。我现在给你摆出来啊，给你放这儿。现在是四三三四三四五六，你看那俩一看就是呗。干啊，干的那是，干的那是，那是老大的活吗？我知道谁是老大了。四五三这五，四五六，现在刚才我那信封白鹿没看见，我感觉他们肯定会投你。我一个普通人给我投回去干嘛呢？我觉得你反而装勤劳更好。
秦王，但我觉得你被投出去也没关系。我是秦王吗？就在你一起今天的。我说我是谁？你是秦王？我觉得我是秦王。你跟哥整懵了。春宝，快进来，往这边走。出示一下你的配件。啊，不是这个，带的东西有点多。大人因为得罪了朝廷官员，没有得到重用，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普通侍卫。那我猜的八九不离十了。侯明浩是普通侍卫，周深是普通侍卫，张若楠是普通侍卫，他们的统领不是白露，就是李晨。觉得白鹿男人的第六感，不，荆轲的第六感。